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说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。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，大家今晚平安，请大家起立，咱们开始今天的敬拜。很欢喜的吼，咱来到主的圣殿，有耶稣在我心，有耶稣在我心。
先。亲爱的天父阿爸，主啊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歌颂赞美主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中的主，你是那位掌权者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唯一的真神。虽然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会有痛苦，我们也会有忧虑，我们也会有惧怕，但是主啊，当我们仰望你十字架上的大能大爱，我们就知道主啊，你真的是爱我们爱到底。主，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是我们所不能测度的。主啊，当我们仰望主你十字架上的爱，主啊，我们心中就满有平安，我们心中就充满感恩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爱是永远的不离不弃。虽然在我们这卑微渺小充满罪行的孩子，主啊，你永远不撇弃我们，你永远不丢弃我们，因为你是那位慈爱的主，你的爱是不离不弃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没有一个有
完成，万国列邦必定成为一家，荣光归附上帝。听来人去念，咱来唱一首。这是来到家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是上帝，你是救主，我们太多会做在你的面前待遇，在你的面前随便。但是我们用真轻松甚至放心来到家你的面前，因为你也是我们的亲爸，老爸知影囝甲查某囝的需要，老爸同情囝甲查某囝的欠缺。并且你是我的朋友，是不离不弃的朋友，分担我每一个忧患，担当我每一个痛苦，为着安尼，我也放心来到你的面前。下面我的罪，因为你给我真多的福气，啊，总是我常常人在福中不在福，啊，给我各一项的福气，有知足感恩的心。为着物质的好处，为着属灵的好处，啊，更加要紧，为着你家己、你的属性、你的信心、你的怜悯、你的疼，阮感谢你。既然阮的需要，阮是一群欠缺的人，心灵的需要、肉体的需要，少年派的祈祷，继续为着阮的兄弟、亲家兄祈祷。啊！你帮咱医生以后知影怎样，搁再予伊得到更加好的治疗，更加好的一些照顾，加添伊对你外头的对你啊信任的心。少年球的病人，因伫台湾，因伫这个所在，因伫其他的城市，因是阮的爸爸、阮的妈妈、阮的丈夫、太太、阮的兄弟姊妹、阮的亲戚，阮疼的，啊，总是你更加疼。啊！予阮早起伫遮为着因祈祷的时阵，因会感觉上帝的接近，上帝的实在，啊，也感觉人对因的关心佮支持。阮为着阮教会的一挂社团的工作来祈祷，无论是短宣是长宣，这是你所欢喜，啊，这也是你的命令。下面遐去伫 Ecuador
的几位同工，啊，互因伫迄个所在看见你的恩典，啊，帮助也建立，也是创立一个好的教会，一个好的开始。即个无话，各位出门的我做牧师，甲即几位的青年人、大人，互因去蒙坦纳的时阵，带着你的听，带着你的同在，带着你福音，甲迄所在人三个分享，为着将来台湾的地选祈祷，啊，互参加的人真实会将你的听，将你的名带到啊，迄个阮的同乡、阮的同胞的所在，像伫非洲的吴先伟、新鲜培牧师，伫日本的这个老牧师，祝你甲因三个弟弟，互因虽然离归阮较远，啊，总是常常感觉伫伫因的身边，做因的快乐，做因的力量。为着阮伫本地的这个啊，传福音的时间移动，特别像好厝边的工作，无论是教英文。无论是啊，即、这个站立操，无论是讲到即个家长甲即个儿女中间沟通的问题，互阮虽然用无相款的方式，啊，总是阮有一个相关啊，一个不变的目标。阮爱要做光做盐，啊，互人伫即个中间认捌主耶稣，做因的主，做因的救主。为着阮教会中间即个剩下的青年人，救济的人，申请。入籍，而且也伫姊妹祈祷，啊，然后伊这申请的手续就着顺利通过，然后伊看见你的同在，看见你的恩宠，多谢你和带领阮经过这拼搏这个阶段，啊，和阮有一个结束。祝恳求你，伊万伊牧师啊，伫牧师娘，甲伊家眷的心。啊，摆在面前是一挂迁移，一挂失的。祝你，予伊一路看见你的带领，看见你的怜悯，予伊来到阮的中间。你着兄弟姊妹接纳，你着兄弟姊妹带到，你着兄弟最欢迎，予伊伫遮最真正好的工作。少年在座，遐无声的祈祷，遐无法当流出来的目屎，祝你知影因的苦困。你知影因的冤枉，你知影因的忧困，你知影因的需要，啊，恳求你听因的祈祷，亲像恁听阮即阵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，阿门。